匆匆那年，他的暗恋无疾而终。当不了女朋友，当朋友也行啊。我其实特喜欢他。医馆笑传，他的爱情百转千回。逗逼神探朱一品遇见呆萌馆主陈安安。你到底要我还是要那个小狐狸精？哎呀，你烦死了！陈赫、张子萱，那年后再续前缘。1月28日起，医馆笑传温暖上映。